我看到在宗教医院呢的那个有一个发一个单张，说预防改善肩啊颈肩上背疼痛的运动。那我想跟你介绍啊，第一个运动是耸肩运动啊，站或坐时耸肩维持五秒后放松，来回5到10次。对，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这样的动作啊，这是耸肩运动。好，那第二个运动是滚肩运动，站或坐时肩向前向上向后向下反复的滚动，叫滚肩运动。这样子吗？对，对，向上向前向后，对，向前后，站或坐时，站或坐时肩向前向上向后，对，它就这样向下反复的滚动，这叫滚肩运动。第三个运动是扩胸运动，双臂平举与肩平向后伸展维持5秒，然后放松来回5次。他手扩胸的时候，他的手呢，两只手是握虚拳在胸前。那我再念一次，扩胸，第三扩胸运动，双臂平举啊，与肩平向后伸展维持5秒，然后放松来回5次，这个就是扩胸运动。好，第四个动作是扩背运动，用右手将平举的左手用力拉向右边维持5秒。这样子，不是，它是这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跟那个不一样，它是手这样，然后这只手推这只手，这只手推这只手，这样子，对，它不是往往右吗？我再念一次，四扩背运动，用右手将平举的左手用，平举的左手，这一手是左手啊。然后继续啊，平举啊，用右手把平举的时候往右肩拉，所以它图跟字写的是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，对不对？你讲的是 是这样的、啊，对，因为它是往右肩拉进来嘛。对，然后这只手是这样，这样推这个手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字面的意义是这样子。是，用右手将平举的左手用力拉向右边。维持5秒，然后放松，然后还要换手，对啊，再换手做，这是扩背运动，然后这手是不伸直的，哪一只手？这只手是不打直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第五个动作，墙角俯身运动，双手按着两侧的墙壁。两侧的墙壁，你这里没有两侧，直角的，直角的，然后，所以你那个门可以，这个门把这个门，把这个没有门啊，这边没有门，对，我知道它是这样子，这个铁的，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我就照不到了，它应该是这样往前，对，好，双手按着两侧的墙壁。然后向下俯身，脚跟不可离地，维持5秒，放松，可以吗？墙角俯身运动，就这样，有没有拉到？有啊。那一个垂直的垂直脚，对，这个我做过，脚尖不可以，脚跟不可以，第六个。横膈呼吸运动啊，双手放腹部，慢慢的吸气，使下腹部充实的感觉，再
慢慢压下腹部吐气，越慢越好。腹式呼吸。那他有画到他的嘴巴在吐气，我刚才念是六横膈呼吸运动，双手放腹部，慢慢的吸气，使下腹部充实的感觉，再慢慢压下腹部吐气，越慢越好。第七个动作，横膈配合上臂抬举动作，抬举运动，这个运动叫做横膈配合上臂抬举的运动。是吸气的时候，同时上举双手，吐气的时候放下双手。吸气的时候同时上举双手，吐气时放下双手。练气功的某一种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讲第八个动作，第八个运动是收下巴运动，下巴向后直缩的动作，注意不是头向下弯，而是下巴向后缩的动作。不是头向下弯哦，是下巴向后缩。要收下巴运动。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个动作，不错。不是头向下弯。好，第九个动作，前弯颈动作。可是这个就没有字了，没有字。它是有图，就是前弯颈动作。好，第十个动作是后仰颈运动。后仰颈，那个身体不要弯，只要头就好了。那这两个动作是在我们那个书上有的，对不对？其他好像没有哈。有缩下巴也有。缩下巴有吗？我们那个有吗？哦，忘记了。好，第十一，侧弯颈运动，这个是有啊，侧弯颈的，这个有。好，第十二，颈两侧旋转运动。这都有啊，这有，这个有。第十三，上背旋转运动，双手叉腰，下身不动，上身做旋转运动，每边维持五秒，然后放松，再转到别侧，这样子。对，每边要维持五秒。五秒以后才放松以后再转到另外一侧，这个叫做上背旋转运动。第十四个动作，俯卧丑手撑背运动，这个有了啊。俯卧，对，手撑背，你要跪下来，跪下来，然后俯卧，脚整个平贴在地上，上身抬起。脚整个肚子要在地板上，肚子要趴地板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年前有的这个动作。左右要抬起来。对，要。这个叫俯卧手撑背运动。俯卧手撑背运动，对，很好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动作哈。下一个是俯卧仰背运动，俯卧仰背运动。俯卧仰背运动。我来看哈。对。好，俯卧，双手置贴体侧，仰背，头离地面，维持五秒放松。跟刚刚那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。
刚刚的两只手是用手来撑着地板，嗯，现在这个手呢是贴在那个体的两侧往上，对，往上。什么？啊，这样子？不是不是，两侧体侧。啊。往上。这样。对对对，这样。这样。对对对，那上身要起来。嗯，这样子吧。维持五秒。哎。你好像仰不起来耶，嗯，是不是？这样子，我当时仰到这边。你只能仰到这里哈，好，没关系。我想等一下表演给你看，哎，好。不用了，我知道我的筋，哎，很硬。啊，第十六，俯卧上背增强运动。嗯。好，俯卧。伸直双手超过头部，嗯，拇指向上，每次只一手离地，这样子，哎，维持五秒，放松换手，对，你那个脚可以贴在地上没关系，对对对，哎，一只手拿起来，哎，另外一只手拿起来，哎，是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哎，17，你这个17，俯卧，中背，俯卧中，中背增强运动。嗯，手肘弯，曲前背，手肘弯，曲前背，展开与肩同宽成水平，向上抬举上背之运动。嗯，我听不懂。哎，你就手。手手肘弯，曲前背，展开与肩同宽，就是你把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对，是好，啊，然后向上抬起上背，哎，向上是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刚刚一个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往后，还有一个是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所以一个是这样子，是，你脚可以踩着地没关系。只是上身抬起来，上身抬起来，这个叫最后一个动作，俯卧中背增强运动，手肘弯曲，手肘弯逗点，曲前背，展开与肩同宽成水平，向上抬举上背之动作。所以现在就是要你的胸部离开，对，胸部离开，对，嗯。好，需要再加努力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嗯，这就全部讲完了。啊。哦。这个。在运动是肌力训练。嗯，这个最，我觉得主要是背部。啊。哦，这会酸的。这个是最一个很简单的动作。嗯。